先生，可以跟您借点时间玩个游戏吗？不管你是来传教，或是找我当直播，我都没兴趣。我现在心情非常的不……玩什么？我跟您玩打花片的游戏。如果您赢我了，我给你10000块现金。相反，如果您输我了，你要给我10000块，我让你先攻。先生，您没有钱吗？我可以用身体还吗？可以。喂，你冲哪里啊？一巴掌抵10000台币。再一局。像这样的游戏，你再多玩个几天就可以解决你现在的困扰。没多少空位哦，有需要联络我。谢谢你。